冇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nny。Hello Jenny， 你好啊！我想请问下你，你系你系点样接触到我哋嘅 Beyond International 啊？其实其实系我响英国我姑仔响英国嗰度 ，Lily Chan 系介绍俾我嘅 ，so 因为系叫我做Adora Brands， 因为知道我尾龙骨有事，叫我试下。so far 我做到真系一个礼拜后，我觉得好舒服，好舒服，我可以企得耐啦，同埋坐得耐啦。因为我中嘅系 L5 嘛 ，L5 啊，我尾龙骨突出来啊，系好痛，好辛苦嘅。哦，所以你系因为嗰个尾龙骨就系我哋嘅，人家讲坐骨神坐骨神经痛，哇，讲得话好。扎到神经线啊，因为我尾龙骨个软骨走咗出嚟嘛，所以扎到我个神经线，所以影响到我一边个脚个脚趾啦，同埋个血啦，行到唔通，所以会，所以唔可以坐到耐，坐得因为最多企十五分钟，你就去坐下十五分钟，咁样就企下，所以嗰阵时系真系好辛苦。咁你做两倍嘅时间。系啦，猫又。猫猫咗你上嚟系好痛嘅，所以我自从着咗 Adrenaline Bands 个裤咧，就改变咗我好多，我可以坐得耐啦，又可以咁企耐啦，就猫同上都冇问题咯，所以又冇咩嘢抽筋。但系你知道你其实系点样会有呢、这个sleep disc 呢个痛嘅问题嘅冇？其实我。因为佢无端端一日之间系咪，佢痛到辛苦嘅，咁我就去睇医生啦，又睇下呢个嗰啲啦，跟住又唔得喎，食紧又止痛药啦，跟住又转第二根啦，第二根度帮我打针啦 ，OK， 你打止痛针度一下得啦，止痛一下得啦，到夜晚嗰时真系12点喎，哇，我痛到好辛苦，冇办法，最尾我都系入医院咁。跟住入咗院，医生先同我讲，我中咗个软骨走开出嚟。本来系叫我做尾龙骨手术嘅，我就谂紧咯。跟住个院就去针灸啊，做埋你治疗啊。总之系好痛，好辛苦咯。所以基本上你系睇咗好多嘅方法咗嘅，系。是曾经试过咯，试咗呢个方法啊，又试下做啊。问题先做嗰时候，你系问题冇两下，第二日气又嚟翻，所以冇咩见到效果。咁自从我姑仔叫我做阿杜拉 plans 啊，问题我就即系讲心谂唔知得唔得哦，试下咯，肯定啊嘛。放试下啦，唔错喎、哦。老公都讲，你唔错喎、哦，而家你又可以踎啊，踎得耐啦，又可以企，又可以行、哦，脚趾又冇咁痹、哦，又好舒服喎、哦，瞓觉又唔要挫，即系抽筋嗰种啊，痛嗰种咯，所以我觉得阿杜拉系好好咯。我呢个印刷厂噶嘛，做咗几多年啊？我应该系做咗20几30年。所以就係因為你講，因為頭先你係同我講你成日搬重嘅嘢，係即係我哋即係拆咗咩都做，你又要企啦，又要又要搬下貨啦，即係好多嘢都愛做。有時你一唔小心你扭親，你根本上係唔知嗰陣時年輕啊嘛，嗰啲骨都好啲啊，年紀一上咗真係好。好辛苦嘅，所以我都即系讲希望知道后生都即系都爱照顾下个啦，唔系痛上你个痛苦真系好痛，冇人感受到，自己先知道。因为你同人哋讲啊，人哋都未知道 feel 到嗰个痛系咪真系咁痛，系真系好痛。哇！所以真系一直已經做了20、30年的呢個操，我哋可以講係操重功夫啊，所以就導致到你係呢個 sleep disc 嘅問題，大概有幾耐咗？係咪兩年啊？頭先你講兩年係咪？我係2018中嘅嘛。2018年中。2018中，咁我係2019開始著阿杜拉 brand 嘛。
今年係嘛？今年頭係嘛？一月。2019年12月啊，差唔多2020。係差唔多2020咯，所以就今年就開始做到而家咯。咁你就因為呢個痛，所以你開始去嘗試，可以唔幫到你，可以唔可以？係咪？你十二月作嘅時候，你大概作咗幾耐？有效咧？你覺得有幫到你？因為嗰陣時我係即係有個心態，諗住不妨試下啦，所以我就係著住瞓覺咯。啊，我係著一件瞓覺咯，一件啫。所以，唔係喎，我著喺一個禮拜，好舒服喎，OK 喎，我就幫我客人講，好好喎。咁我先開始2020就入咗 B International 啦。咁我希望即係。知道呢個阿杜真係好好嗰個苦，可以俾人哋更了解一下依啲咁樣嘅嘢咯。所以你係2019年12月嘅時候開始著，著咗一個禮拜，就覺得佢好舒服著，而且佢已經幫到你，好似冇咁痛啦，可以坐來啲，坐來啲，所以可以走啊，可以行啊，一個禮拜啫喎，係可以即係舒服好多。你會覺得成個人輕好咗好多，咁樣個腰骨又冇咁痛。因為如果你你第二日個腰骨都係一樣痛。咁你而家仲有去睇醫生冇？啊，而家冇咯。而家冇去睇醫生。冇去睇冇咩，因為醫生同我講咗，你係好緊要痛咧，你就入院做手術嘅。手術。啊，所以講，如果係你冇痛咧，嘅你唔使嚟見我嘅。你唔使。哇！蘇伯而家咁樣，而家已經我哋都九月噶啦喎，你有已經有差唔多，你差唔多就咁九個月冇九個月冇見過醫生，成個 MCO 嘅時候都喺屋企坐住都冇問題，都冇問題。哇！真係好好啊！你呢個見證啊，所以我又有試下食士多啦、Bufil 啦、成個蘇波啦，係好好咯。基本上我哋而家啲嘢你全部。我用緊啊，用係咪好有信心？因為自己我自己好有信心，因為我知道對我身子，因為我哋年紀唔大啊，都希望補翻自己身子，所以我覺得好精神、好活潑咯。我而家我差唔多食開。你以前見佢嘅時候係咪佢係比較憔悴、冇血色咁樣？但係而家佢真係活潑。頭先佢同我講啊，周街走啊。係啊，我真係周街走啊！我因為我由朝早都開始就一路忙。晏晝咁樣都係會見下客仔咁樣就周街走嘅喎。所以 OK， 今日我哋呢個 live 就差唔多到呢度為止。不過Jenny 啊，你有冇一啲説話想同我哋講，鼓勵下佢哋？即係下哋，即係希望係嗰啲觀眾可以聽到我嘅見證咁樣試下 Be International 嘅 Adobe Brand 同埋嗰啲產品真係有。好好好感恩BE 有呢個 Adora Plan 幫到我啦，多謝。OK， 多謝 Jenny 同我哋今日呢個分享 ，thank you 你嘅分享， <Okay. S 2> 因為真係可以幫到好多人，因為好多人係唔知道 sleep this 呢個問題係無端端嚟嘅，係你唔覺噶，你根本唔覺噶，你唔知幾時嚟嘅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哦，所以唔好以为而家做嘅嘢冇会影响到你以后。会啊，你后生都会啊，都要有咁样个问题噶，即系自己爱知道咯。OK， 咁我哋今日呢个 live 就差唔多到呢度为止。